大家好，我是王视角。我们今天这一期仍然是进行裁判的判罚解析，我们将目光转回国内的赛场。北京时间1月11日，浙江男篮109-100战胜浙江稠州男篮。比赛中发生了球员和裁判的猛烈冲突。先不管这次冲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将比赛最后一节的所有吹罚进行复盘，来寻找引发这起事件的根源问题。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解析环节。第四节比赛开始，深圳队82-83落后浙江队一分。随后白昊天阻挡程帅鹏的吹罚犯规，没什么问题。最后沈子杰内线要位时夹臂王子路胳膊，同时向外发力扩张胳膊，进攻犯规嫌疑，但底线49号裁判吹罚王子路防守拉人犯规，错判。此时王子路第五次犯规，随后贺新林持续突破，陆文博手上有非常明显的拉队小动作，裁判没有表示，漏判。佩里突破，萨林杰右手夹臂佩里胳膊，裁判没表示，导致佩里无法合球，传给于家豪，于家豪随后被封盖，最后走步回避。最后深圳队后场8秒回力，从罚球时间算起，9分35秒减去8秒，也就是9分27秒为界限。我们回看一下，吹哨时间为9分26秒，吹罚非常正确。最后王一博持球进攻被吹罚进攻犯规，如果没有回放，我们很容易判断是深圳队球员先用胳膊侵犯王一博肢体，应该是防守阻挡犯规。但回放很清楚地看到，王一博在发现防守人贴上来的那一刻，左手立刻夹臂对手向自己的位置带，所以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的结果是防守人胳膊下压，但裁判员的角度非常好，这次判罚非常正确。最后王一博抢断上篮，注意深圳队刘博文防守的这个动作，最后失去重心后抬肩的动作非常危险，一旦和身体完全扔在天上的王一博发生碰撞，不看设想，随后让王一博开启较劲的球，在所有人不经意的地方出现了萨林杰远投，在远端的王一博底线位置卡住刘博文，进行团队篮板保护，年轻的刘博文在背后抱住王一博，王一博最后愤怒地甩开手，裁判员没有注意到这边，而是目光集中在进攻端的持球人身上。最后萨林杰防守佩里手部动作拉拽，被吹拉人犯规，正确。于家豪内线要位和争抢篮板，右手连续两次发力推开沈子杰，最后打进2分。裁判员对这两次动作都没有表示，漏判。佩里反击，沈子杰在佩里脱球前手打到佩里肩上，提前拉人犯规，吹罚正确。最后佩里转身背身单打，在脱球上篮时，底线裁判吹地板球犯规。这个球吹罚的莫名其妙，因为在佩里运球时防守人没有手上动作，就算是你开始是认为是周鹏手上有动作，可裁判无论是表情还是肢体都没有任何的表示。当佩里合球后，两名防守人合围，于家豪膝盖有顶人的犯规动作，此时佩里的连带投篮动作已经形成，应该是投篮犯规，所以难怪佩里会急得直跳，错判。最后双方倒地争球，深圳队球员倒地争抢球时压到于家豪腿部，于家豪腿上有两次蹬踹动作，裁判也没有注意到。亚当斯快速反击，程帅鹏战术犯规，被吹罚犯规，没问题。但此时双方开始有火气了，裁判团队复盘刚刚的镜头，没有各打五次大板，只是维持原判。最后深圳队一度掩护挡住王一博，亚当斯中投打进，裁判没有表示。贺新林突破，王一博战术阻挡犯规，吹罚没问题。最后王一博对亚当斯的背后拉人犯规也没什么可说的。下个球浙江队代理三分球出手试图造犯规，深圳队防守人贺新明手上和脚下保持的都很好，注意盖里的身体投篮动作是向前冲的，而且空中脚下和身体都在扩大自己的合法圆柱体范围，顶到贺新明脸上，导致贺新明倒地不起，涉嫌进入犯规，裁判对这个球也没有表示。随后贺新明持球，浙江队两名球员包夹，在转身一瞬间盖了一段球，注意拥有更好视野的上边线裁判并没有什么表示的情况下，此时没有更好角度的下边线裁判吹哨，吹罚盖力打手犯规。我没有更好的角度回放来看是否是犯规，只是觉得这个球没办法去证实。随后王一博被吹一路掩护犯规，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吹罚正确。
王一博被罚下，最后吴贤夹臂不全的球就吹罚犯规，也没什么可说的。最后比赛失去悬念，深圳队带走了比赛。通过复盘，我相信视频前的你已经对这场比赛最后一节的吹罚有了很清晰的认识。裁判对于双方都有错判和漏判的情况，由于双方的肢体动作过多，裁判也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但浙江队最终更多的还是输给了自己，最后一节的失误数量多得惊人，大量的失误让深圳队获得更多的转换机会，而心态的失衡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而赛后之所以让这场比赛冲上热搜的，仍然是王一博和裁判之间的骂战风波。网传裁判员用三字经骂王一博这件事，导致了整个浙江队围住技术台声讨裁判。假设这件事儿是真的，和处罚裁判员是很多人在询问的。在讨论这件事情之前，先来看看福建篮里对于裁判员的内部规范是什么。裁判员应该始终尊重以下原则：一、确保比赛胜利；二、以裁判员期望的同等尊重和礼貌对待所有球员、教练和其他工作人员；三、无论是在场内还是场外，都不要使用脏话；四、鼓励和赞扬良好的行为和体育精神。后面有很多条我就不多说了，挑重点的说。九、避免评论球员或教练的表现和能力；十一、避免发表基于性别和性取向的言论。如果裁判员没有遵守以上的行为准则，主管裁判员将首先处理该问题，必要时转交裁判员委员会进行纪律处理。这是国际篮联对于裁判的规则态度。好，再看看国内2018年中国篮球协会所颁发的853号通知，有明确的说明，但是是针对运动员的。第25条，严重违反体育运动精神行为的动作和言行。第4节，使用挑衅、指责等不当言行，挑起事端引发比赛现场出现冲突的，给予伪记者通报批评、罚款、停赛1到3场处罚。如果造成双方受伤或者引发群体事件的，停赛4到7场，直至取消参赛资格。当然这只是针对运动员的，是否对裁判员有效也不清楚。但在55条，对工作人员出现工作失误中的相关条例，也只是针对比赛错判漏判的相应惩罚。毕竟裁判员和球员骂架这件事儿确实是太少见了。我想最后篮协大概率会根据第69条未列明行为的条例中进行相关的处罚。由于这次骂架并没有对比赛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处罚不会过重，但停赛降格是肯定的，同时会象征性的进行罚款，同时裁判员也会进行书面和口头的道歉，但并不会剥夺裁判员的吹罚资格。通过这件事儿也说明了联赛目前裁判员也确实承担了相当大的压力。随着比赛的进展，球员的体力和精力都在消耗，裁判员也一样，他们的体力和注意力也随之减弱，而场上球员之间的碰撞会越来越激烈，裁判员所承担的压力也随之激增。多一些理解和尊重，不要让类似的事情再继续发生下去了。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对于本场比赛有其他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王世角，我们下期见。